今天这盘棋是1933年日本内争十番棋当中一盘棋，对阵的双方是吴清源和木谷实。这盘棋也是十番棋当中的第五局，由吴清源执黑先行，白棋木谷实，黑棋2个33，白棋2个摸外，双方开局非常有意思，黑棋先挂角，白棋尖冲，黑棋二路小飞的时候，白棋再尖冲，双方在2个角上简单的定型，下一步白棋飞压黑棋。那么这盘棋基本上就形成了实地和模样相抗衡的这样一个格局，黑棋三路一爬，普通白棋单长一个，黑棋跳出去或者二路小飞，实战木谷实往前一跳，黑棋挖，白棋粘住断点以后，黑棋这个尖顶是棘锁，白棋立，黑棋跳出去。那么下一步白棋开边，这招棋木谷实非常的执着，就是要扩张白棋下方这个模样。这时白棋也可以考虑把目光转到左边去，从这个地方往下一拱，黑棋如果飞起来，白棋先加攻，黑棋往上跳，白棋二路小飞是先手，黑棋并一个，白棋再考虑开边。如果黑棋打入，双方将形成一个战斗的局面。实战白棋选择的是拆尖，吴清源走了一个小尖，非常扎实。在当时十番棋黑棋不听目，往往黑棋在布局阶段把自己走得非常稳健。那么这时候黑棋积极的下法，直接挂角，继续抢占实地。黑棋这个小尖也容易理解，第一避免白棋在这一带的封锁，第二远远的威胁上方2个白棋。对待黑棋这个小尖，木谷实靠了上去，黑棋搬，白棋退，黑棋再一虎，稳扎稳打。那么这时候黑棋可以考虑从这个地方贴起来，白棋如果敢断，黑棋就打吃，白棋一长，黑棋贴住，白棋拐吃这个黑棋，黑棋粘住，白棋往下冲，黑棋吃住3个白棋，白棋立下去，然后呢黑棋挡角。虽然白棋在这个地方能破坏黑棋一些实地，但是呢黑棋吃住这3个子，上方黑棋发展的空间非常大，黑棋这个角还是活棋，这是黑棋不错的一个局面。实战吴清源一虎，下招棋木谷实中央一飞，继续扩张下方这个模样，同时呢间接的支援一下这2个白棋，但是这个飞从棋形上来讲有点松，给黑棋将来留了一个冲断。这是白棋最紧凑的下法，是这个拐，黑棋虎住，白棋搬，黑棋退，白棋再贴，黑棋再长，下步的白棋大跳出去。那么这种下法白棋的外势非常厚实，实战白棋大飞了一个，黑棋中央一调，这是一般的分寸。这时候黑棋也可以考虑直接冲断白棋，黑棋掉了以后，白棋先小飞。那么下一招棋吴清源居然是从5路来挂角，这招棋体现了吴清源非常灵活的棋风，不墨守陈规。普通的情况黑棋要挂角，但是呢白棋从上方飞压以后，中央这个黑棋就显得非常的孤立。实战黑棋5路挂角，这一招棋似乎也激怒了木谷实，白棋在上方脱线，走了一个5路的拆边，开始威胁中央的黑棋。实战黑棋往上一跳，白棋又跟着走了一个6路的拆边，继续威胁中央的黑棋。那么这种下法双方非常激烈，都难以掌握。
在这个地方，白棋最冷静的下法是脱角，黑棋扳住，白棋立，黑棋顶，白棋退。黑棋大致要保护这个断点，中央飞一个，白棋再一个。白棋先确保左上角的实地，然后呢，将来慢慢再考虑对中央黑棋的进攻。实战木谷实直接进攻，五路拆边，黑棋一跳，六路拆边，黑棋一跳，下一步白棋从上方镇住黑棋，非常有气势。因为当时黑棋不贴木，所以说往往的白棋啊就会选择最激烈的下法。那么白棋镇住黑棋以后，将对两号黑棋展开缠手进攻。我们下一步吴清源先三路一跳，处理上方的黑棋。白棋收脚，黑棋大飞，瞄着这一带的靠，白棋先逼住，黑棋尖顶，白棋往上一长，黑棋从这个地方点了一个，加强中央的黑棋的棋形。白棋先贴，黑棋退的时候，白棋分断黑棋。中央的黑棋需要处理，往往会考虑这个靠。但是呢，吴清源担心白棋扳，黑棋退，白棋再顶，黑棋长，白棋呢跳出去，黑棋从这个方向出头，非常容易影响到左边黑棋的死活。所以说实战黑棋并没有选择从这个方向靠出去，而是呢从这个方向淡淡的走了一个小尖。这时黑棋可以考虑这个大跳，这是一个好点，加强中央黑棋的棋形的同时，瞄着这个冲断。实战黑棋小尖，下一步白棋开始进攻左边的黑棋，点了进去，先破眼，因为这里有二路扳，这里有二路拖。黑棋先拖白棋，白棋扳的时候，黑棋再顶，白棋虎一个，黑棋粘住，白棋打吃。黑棋压住白棋，保证了这一带黑棋的联络。那么下招棋，白棋二路一爬，黑棋扳住，白棋小尖，这里有二路爬回来，这个地方你抓，白棋继续破坏黑棋的眼位，走得非常强硬。这时候白棋可以考虑从外面先封锁黑棋，边加强上方的实地，边进攻黑棋，这是一般分寸。实战白棋走了小尖，黑棋飞出去，白棋小尖，加强这一带的封锁。黑棋打翅，白棋粘住，黑棋往下，脚上的黑棋出现眼位，白棋加攻黑棋，黑棋二扳，白棋挡住，普通黑棋直接打掉。吴清源呢做了保留，三路一虎。虎到这里以后，脚上的黑棋非常有弹性，白棋也没有什么严厉的手段。这个时候木谷实开始转身进攻中央的黑棋，破坏黑棋这一带的眼位。那么在这一带的战斗，黑棋面对着白棋进攻，并没有选择直接贴出去，走了一个小尖，下步要冲断白棋，同时呢这个地方要建立眼位。白棋先靠，黑棋粘住，下一招棋木谷实走得非常狠，从这个地方夹住黑棋，要彻底的封锁中央的黑棋。但是这一招棋稍微有点过分，这时候白棋应该是小飞，这一带白棋的棋形比实战往厚实一些。白棋夹在这儿，黑棋先冲，白棋虎住，黑棋并不是在这一带乱冲，而是呢从这个地方挤了一个，给白棋制造一个断点，同时呢这个地方出现眼位。白棋先刺，先威胁黑棋的眼位，但是呢这一招棋是一招问题手，这是白棋最好的下法，是刺在这儿，这让黑棋非常为难。如果黑棋从上方挡住的话，白棋从这个地方冲断黑棋，下方白棋的时空，白棋可以满意。
如果黑棋粘住，白棋就往上贴。黑棋如果虎住，白棋一刺，黑棋粘住，白棋再从外围封锁黑棋。中央的黑棋啊，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。那么实战白棋刺在这儿，黑棋并没有往上粘，先往外冲。那么白棋也只有先冲断黑棋，黑棋顶住，白棋再从上方封锁黑棋，黑棋一断。那么当黑棋断到这里以后，因为这一带白的棋形啊有很大的缺陷，实际上白棋也难以吃住中央的黑棋。那么黑棋打吃以后，木骨石直接粘上。那么这时候木骨石应该把目光再转到石控，从这个地方拐下去。左边这个白棋石控还是非常可观，实战白棋还是选择了粘住，黑棋打吃，白棋往外长，黑棋打吃白棋。这个地方白棋需要连接，这是白棋比较痛苦的地方。那么黑棋再打吃，至此中央的黑棋已经安全成活。那么白棋在这一带的进攻有一些失落，下招棋白棋先三路一点，黑棋跳出去，白棋直接就从这里断掉了黑棋，想最大限度的护住中央这一带的石头。但是呢，这时候白棋还是应该拐，速度更大一些。实战白棋断，黑棋从这个地方打出来，那么黑棋这一带出城以后，也破坏了白棋左边成功的潜力。那么下招棋呢，黑棋还要从这里搬了一个，白棋搬住，黑棋呢从这个地方贴了起来。那么这招棋黑棋应该是单跳，上方的实地比这个地方更实惠。黑棋贴起来以后，白棋先拐，黑棋虎住，白棋呢二路一大飞，封锁下方的这个石控。黑棋断了一个，这是一个收官的妙手，这个地方有打吃，白棋先打吃黑棋，黑棋粘住，白棋吃住这个黑棋。有了这一招棋的存在，将来黑棋这个扳变成了先手。那么下招棋黑棋二路一飞，彻底的破坏了白棋左边这个实地。因为这个地方黑棋已经出头，似乎这个二路飞不如上方这个跳更大一些。实战黑棋二路飞，白棋扳，黑棋反扳，白棋连扳，黑棋就退。那么下一步白棋的本手是在虎一个，那么现在的白棋局面不利，木骨石呢想下的积极一点，飞压黑棋，黑棋二路爬，白棋还要扳下去。那么对待白棋这个扳，吴清源对白棋展开了反击，从这个地方断了上去。白棋在这一带并没有马上出动，二路一跳。那么白棋呢也是想通过在这一带的味道对左边的黑棋继续发起进攻。吴清源先冲了一步，白棋挡住，下一招棋吴清源非常冷静的单长了一个。有了这个长，马上就产生这个断，白棋不得已还要虎一个。那么黑棋先打吃，白棋不能粘，这地方还有拖，白棋只有提掉这个黑棋。下招棋呢，黑棋一虎开始作用。那么这时候黑棋次序应该是单粘，白棋爬回去以后，黑棋再虎，实战黑棋直接作用，白棋爬回去。那么这招棋似乎白棋应该是端在这里，这一带的实力非常大。因为白棋二路爬回去以后，将来黑棋粘住脚上的白棋还有一定的问题，就是将来黑棋可以拖到脚上去。那么白棋爬了以后，黑棋先从上一猴，白棋踢掉，黑棋先刺了一个，白棋粘住，然后呢黑棋连接。那么至此脚上的黑棋已经活棋，黑棋的优势非常大。那么下招棋白棋从这尖顶一个，那么这一招棋也是木骨石
整理心情的下方。这时候白棋正常情况下无论如何是要从这地方虎下去，这是一个双先的官子。实战白棋尖顶在这，黑棋为了在这一带要抢占一个先手，并没有退，而是呢从这个地方拐了一个。白棋脱不了身，挡住，黑棋先打吃，白棋粘住，那么黑棋获得一个先手，往脚上一趴，吴清源占据了这个官子，而且呢是收兵。黑棋积极一点，可以直接一路一拖，将来呢白棋扑进去，这个地方还是一个打击。黑棋往脚上一长，白棋只有挡住。下一步黑棋断吃这个白棋，那么白棋的实地也是雪上加霜。白棋打吃，黑棋反打，白棋提掉，下周前黑棋一飞，在这一带要求整合。白棋先拐了一个，黑棋一靠非常紧凑，白棋打吃黑棋的时候，黑棋还要挡住，白棋再冲，黑棋挡住，白棋吃掉这个黑棋，黑棋粘住。因为在这个地方将来黑棋这里有靠有扳的一些手段，白棋需要补棋，白棋虎住，黑棋二路一刺，白棋粘住，然后呢黑棋接起来，白棋先一路扳，黑棋打吃白棋，白棋粘住，黑棋一跳，白棋打吃，黑棋先小尖了一个，白棋粘住，黑棋连接。当黑棋连接到这里以后，木谷实一看大势已去，于是呢就中盘